老板大家好，今天我要来介绍一款新的片甲杆。那这一款片甲杆呢，它的设计由来主要是近期钓友跟我们反映说，市面上的这个片甲杆有这种强度都不足的问题。那这一把钓友期待我们可以做出符合这种南部跟这种大型白带的专属片甲杆。那这一把片甲杆呢，它保有原来片甲杆的特性，就是这个杆尾的灵敏度，跟这个杆身的硬挺度，然后整体的重量，它的整体的重量大概在173克左右，它的轻挺度，它的整体的平衡位置还是在这个手把位置左右。当你电动卷锯器配上去的时候，它整个的晃的这个感觉是非常舒适的。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细部的部分。这个后握把一样是采用高密度的 EVA， 然后有这个削平的设计，有雷标削平的设计。然后轮座是采用富士18号的这个 PLS 裸空的设计。那这个转座呢是采用 KDPS 18号这种 GM 加强型的电镀。杆身采用蓝紫变色龙涂装。然后导环的部分，全部的导环是采用富士 KT 配上 KW 系列的导环。那这个杆尾的部分一样是涂装白色，增加它的目视度，增加它的目视度。这整体杆尾是采用龙凤尾设计。那接下来就是实际上挂重来看看它整体的调性是如何。目前这个挂重是五两，大概就是52千雅的挂重。好，我们下换三斤是我们在绑线之前素材的最低平减标准。三斤我们是用07摇晃式的方式做强度的测试。然后出厂前我们最后用5斤挂重的方式。为了让钓友更有信心，我们首发推出这个保修的服务。这个保修的服务就是在使用上，尾翼节有发生任何原因的断杆，我们可以回厂做免费维修一次的机会。那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多多参考。